Robinson 自己跨步进来，闪过防守球员，抛进两分。 不过琼斯刚这球是展现一个技术啊，没有选择硬扣。这边 Robinson 怀疑颜色，机会只有6秒钟。这边 Robinson 戴夫的中距离跳投两分有，我们要回防哦。试验中的成功超解，啊这边要打进来了，又造成了曾文鼎的犯规，活动的拍摄。 展现一个非常俏皮可爱的一面。现在是第二节的后段，换手运球进来 ，Robinson 拉到最后，这是一个 N1 净算加法。是，可以看到他的弹跳高度。先看到这一球，他在三号位这个角色当中扣，哇，做出这个动作，哇。面对三节一开始不帮勇士。 分别是张宗宪还有赖廷恩标进了3分球，6比0，马上让严兴书教练喊了一个 early timeout。在第三节，领航员目前只有4分的进账，拦住下这个 Robinson， 还来 Maker 来灌一球。先看这个，哇，这个在内线的接球，直接做硬扣的动作，后来还做了一个，身体的一个手感上面是非常的好。 其在中距离以及三分线都有他，哇！好好好好好好再来一个连贯两球。左眼看戴瑟夫被尼莫给吸住了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灌篮。哇！这直篮部分啊，有越来越多打过 NBA 的选手来到台湾打球，甚至进攻篮板，调整一下头带 ，crossover 到篮底下，最后右手摆进去。 第三节个人拿下了10分，全场已经来到一个21分。Robinson 进来了，哇！这球闪过小夫，临阵大脚 ，Robinson 最后再给到试验中，要跨进来摆进2分。面对防守的紧逼，这球进来，最后拉杆的出手，高难度2分球。 你看这一球，哇，起跳高度还是太高了，哇，这个手感，超级，切到篮底下 ，David Robinson， 是不是会来看一下，做一个升级的动作？等下后续可以看一下裁判是不是要进行 IRS 的检视。是。